因拼命反抗，好在陆琪赶到拉开了陆汉兴，又将陆汉兴打了一顿。傅英猜到是玲珑要害自己，气得要打玲珑，玲珑却把傅英推倒，傅英的镯子也不慎摔碎。陆琪受玲珑挑拨，误以为是傅英勾引陆汉兴，气得甩下自己的披风便走了。傅英捧着摔碎的镯子痛哭不已，他突然想起陆琪对自己有意，便梳洗打扮一番，去了陆琪房里申冤。傅英在陆琪房里过了一夜，早晨来伺候陆琪的玲珑看到傅英躺在陆琪的床上吓了一跳。陆汉兴一早就去找了陆云己请罪，陆云己只当他血气方刚，没有多怪他，又说要给陆汉兴娶妻，要让陆汉兴娶赵家娘子。陆汉兴嫌赵家娘子丑陋，不肯同意这门婚事，但陆云己以陆汉兴的官职做威胁，陆汉兴只能答应。陆云己又提醒陆琪，不管他喜欢谁，正妻的位子一定要留给公主。傅柔和周王在湖边夜话，周王说自己曾经掉进过池塘里，而当时是太子救了自己，他和太子曾经也是兄友弟恭，但自从苏天师说周王的命贵不可言后，他们两人就成了对手。傅柔说希望他们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，不要让这个世界面目全非。周王突然拉住傅柔，说自己就是因为傅柔帮司徒上仪那次喜欢上了他，他看出傅柔很执拗，不肯被世界所改变，这个世界的诱惑和磨难太多，要一直保持本心实在太难。之前陆云己收受贿赂私放叛军首领洪义德，而洪义德现在却突然跳出来闹事，陆云己赶紧让傅涛在广州搜查洪义德。傅涛抓了洪义德的手下，得知洪义德已经前往长安，准备轰轰烈烈的闹一场，就算死也要留名。傅涛知道消息后觉得这是一个报复陆家的好机会，便故意将消息瞒下，误导陆云己的人去别的地方找洪义德。严子方和马海虎在街上闲逛，马海虎见有人强抢民女，便上前出手相助，被抢的是之前做娼妓的连燕儿，但他已经赎身从良，但张和和驸马却不管不顾，不仅仗着身份颠倒黑白仗势欺人，还让手下狠狠地打了严子方和马海虎一顿，还准备让徐参军抓严子方游街。好在严飞的狱内事出宫办事路过，三言两语便劝驸马放过了严子方，又提醒严子方如果要在长安立足，就要找到一个靠山。严子方闷闷不乐地去酒馆喝酒，正巧陆盈盈看到了他，便跟着他进了酒馆。他见严子方脸上有伤，便劝他不要喝酒了，还问他为什么打架。严子方只是一直喝闷酒，听到陆盈盈和自己表明心意，严子方却说自己不喜欢陆盈盈，说完便离开了。傅英故意画了玲珑穿着珍珠衣的画像，陆琪搜出了玲珑的珍珠，便严刑拷打要他交代。正好陆汉兴经过，玲珑向陆汉兴求助，陆汉兴却见死不救。玲珑见状便说出了陆汉兴私吞财物的事情，陆琪命人用斧龟处死了玲珑，但只是教训了陆汉兴一顿。傅英见状质问陆琪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，陆琪气得打了傅英一巴掌，说陆汉兴再怎么没出息也是陆家人。新南公主的生辰到了，皇帝打算将新南公主嫁给陆琪。